这个月薪小哥哥看我今天比较尴尬，看我今天比较尴尬，然后送了一点小心心跟那个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然后大家都不用拘束啊。没电了，你把那个拔掉，这边把这拔掉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电了，咱们耳麦没电了，欢迎进入直播间，然后咱们继续往后看，欢迎正人君子。欢迎西瓜酱，欢迎执念。把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。好，来继续啊，继续。这款的话呢是咱们的90紫龙版本，紫龙版本的话呢，整个车长在4.86米的车长，然后是同级别当中。